我是1601的住客，我想问你有没有在我床头柜里找到一个红色的盒子？曼琪，曼琪，红色的盒子，那盒子很重要，掉了你们得负法律责任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看。曼琪，不好意思，您是曼教授吧？啊，我是。你是？张晨。哦。曼琪的朋友。那你见过曼琪吗？之前见过，可是。那关于设计师跟 Kevin 一起去玩了。是地球要毁灭了，对呀。小将。